Hello， 大家好，水哥，我是小金，他是泳群，也是泳群呢、啊。好，今天这个不是金色汤姆第几集？嗯，对，这是一个特别通知。嗯哼，对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有看那个今天的那个花絮的话，哦，阿良哥哥给舍哥在 YT 未来路上的一个很大的建议，嗯，对，他就说要我要以直播的方式，对，来跟大家互动，每天吗？对，每天，每天直播，每天直播，嗯哼，对，他说这样你才能真正的找到那个铁粉，嗯，对，而且是很挺的，而且他说要这样直播方式，你频道才拓展的快，嗯哼。对，然后舍哥想了很久，哇靠，这真的，哎呦，我差点讲脏话，这真的是有够实境的实境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想了很久，说到底要怎么去转换，然后就想到，好，那我就把我们平常啊，在那个念结语的部分，嗯嗯嗯，对，就是结语这一段，嗯，我们念留言啊，然后跟分享今天泳群发生什么事，我发生什么，你发生什么事，对，或是最近新闻有什么，嗯，对不对？好，就以这一段结语的部分，我们就改成以直播的方式，好来跟大家见面，而且是每天，不管你上下班什么的，基本上是这样，没办法，我们实境就是要挑战自己。嗯、我也觉得这他妈真的超挑战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我从来没有这样玩过，说靠要每一张开直播，你别变实况主、啊。哇，实况主啊！对，你也变实况主咯、啊、你七哥就当实况主嘞，怎么厉害？啊，七哥开始赚啊！你现在可以自己赚你自己的奶粉钱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开心！啊，你喊阿公有50000啊，安娜你喊哥哥姐姐、哦、可能有50块。嗯好吧，等一下会讲话之后，说不定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永泉叫部长哥哥，嗯、然后部长懂那50。对对，干爹。对，然后那个谁，那个玉干爹，玉干爹，然后那个偷哥坏，偷哥坏干哥、哦、他比较年轻。等、嗯、他说你要叫他干哥、哦、他都帮你刷播放清单，你要叫人家干哥，知不知道？对，所以但是重点来了。因为蛇哥的工作啊，很不一定，大家也知道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像我们以前还没有开直，没有以直播的方式，还可以说，哎，晚上蛇哥今天早回来，可能7、8点，嗯，哦，对，找个空档就拍一拍，嗯，或者是晚上等永群睡觉，大概10点、11点拍，嗯，哦，或者是蛇哥今天喝的比较多，哦，隔天早上5点赶快起来拍一拍，然后剪一剪上面这样，嗯、对，那既然改直播，那我们就配合实境。所以不会有固定的时间直播、嗯，但是每天一定会直播。除了设备上问题，像我上次去那个那一次叫哪里啊？南投那一次，嗯、我们半夜开那个 podcast 那一集，嗯哼，对，除非设备网络真的有问题啊，不然基本上都是会以直播的方式。哦，那有可能7、8点开嘛，那有可能晚上凌晨1、2点开，对。哦、那以不打扰大家为前提，反正你无聊，我觉得哎，干冲啊小，现在1点你在直播什么东西，无聊睡不着、哦，大家就进来聊聊天。嗯，反正直播这一块，结语这一块呢，我们就改成跟大家互动的方式。嗯，对，如果你没有空看没关系，哦，记得回去点重播就好了。嗯、你干嘛那么开心啊？那所以以后我们正片就不会有结语。哦，对，就是也刚好了，刚好就是做一个区隔的问题，就是以后正片呢、啊，正片就只会有泳群的一天，嗯，然后跟那个花絮，嗯嗯嗯，对，然后我们那个叫什么结语的部分，嗯，结语的部分跟结算的部分就会放在直播那边，嗯哼，所以如果你要看每天的金额，你可能要改去那个直播的部分看，嗯嗯嗯，对。然后那就等于说，我们频道其实一开始初衷就是亲子频道了。对，对，没错，就回归原本的初衷这样。对，这样也让可以让那些就是真正想要看那个泳群的部分的，嗯，对，泳，你干嘛一直看我笑？对，就让那些真正就想看小孩子成长的观众们，好、嗯哦、新的观众们，嗯，哦，他可以就是哎。专注看那个主频道的部分，嗯、主频道泳群的那个日更的影片，
对啊，如果想聊妈妈经、爸爸经哦，或者是要讲垃圾话的哦，对，大家再来直播找我们，聊聊天，对，聊聊天，这样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及时啊，对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你一些当天发生的事哦，你看像我们晚上哦拍了，然后跟大家讲讲完了之后有没有，然后隔天上片，然后隔天上片他们留完言之后，然后那个议题我们要再等到今天晚上哦，对，我们才能来回复，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我们已经是日更了，对，但我觉得这就会更及时，对，马上就可以讨论，所以我们直播到一半的时候，那有地震什么的，对，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，对不对？也是挑战，对，我觉得应该很少这种就是刚破千的那个 YouTuber， 他们丁北开始开直播啦，对，而且是每天哦，对。蔡哥还只是一个礼拜一天破坏作息直播哦，是哦，对，但是蔡哥他也忙啊，对不对？人家播出一天来开直播就有点偷笑，对，像阿嘎都不开直播，很少。第四阿嘎，没事没事，阿嘎叔叔是好朋友哈，他有两个哥哥。对，哦，你好激动今天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分水岭啊，让对对对，刚好也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开正式。可以开始盈利的时候，我觉得做这件事也好，对，就区分一下，对，不一样的改变，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我们，应该会，对，最目前最高纪录有18个，对 ，OK， 哎呀，啊，你好白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好了，那好，哎，小破坏者，哎，这个。这个用掉，今天晚上就 GG 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给你吃嘴嘴。好，那我们就也不能讲今天晚上见，因为如果我们过12点直播的话，就是明天见。对。好，那最后就跟大家讲啊，直播见。对，直播见，直播见。对，我们就一步一步的，这组叫什么？我们一步一步的迈向。Yatis 的路上，哎呦，掉了，你没有嘴嘴了。有，我接到、哦，一步一步迈，这就是实景。好了啦，快点啦，要结束了，你该看镜头。来，好了。我们朝着一步一步迈向Yatis的路上前进，好，希望跟大家跟我们一起，看着我们成长，看着永群成长。对，好，是直播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要怎么喊？今天我们就我们直播间。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好，来，见到神经秀，我们直播，一起，我们直播见，好，哎呀，你好分心啊，好了，来，见到神经秀，我们直播见，我差一点就比手势，那我怎么讲？直播见，拜拜，对啊，好，来，万一人局怎样？好了，快点，最后一次啊，向军，好了。他吐出来了，那他不要了，他不要嘴嘴。好嘞，江湖神秀，我们直播见，拜拜。